对，在这个级别里面，王峰身高算是很优秀了。哎呦，漂亮！对手这个重炮手型的，对，而且这个突然性很高。对，而丁安就是眼睛盯得非常的准，对，反击、这个、后手啊很快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克里斯蒂安往前进的速度真的很顶级，漂亮，交叉换步的顶级。又一个，就基本上是百试百灵。对。又是一个顶膝，顶膝有效果。上半身啊，又一个，这个顶膝效果越来越好了，力量很足啊，有明显的效果。有效果。克里斯蒂安现在往前进的速度没那么快了。对，我看啊，克里斯蒂安这个上半身会猛地往上一提，是撤了半步，但是你看到他是、啊、对。其实王云峰在之前上一场比赛和吉奥吉打，就是靠他这个。又一个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这是一个，哎，这个顶膝的时机好，嗯、没那么准，确实是克里斯蒂安，节奏受影响了，嗯，但是力量还是很充足啊，对。漂亮。就是整个的杀伤面积比较的欢佳，王峰顶膝，又是一个顶膝，老王，好，老连续出，哎，不错，腹部有反应，哎，继续继续继续，这是刚才那个膝法给造成的后果，哦，明显的有效果了，有效果了，对，顶膝啊，顶膝可以有连续的全跟膝，哎，漂亮，又啊。这么看两个人很接近呢、啊、是我有大约至少14很清晰的命中啊，对，而且这多次的起膝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正好是迎击，对，是二力相加的，你看这个时候，你看克里斯蒂安已经明显的往身体保护自己身侧这一方了。比赛结果，红方胜的 red corner